哎喂，你过来，过来！怎么这么久了，牛也不陪我，人也不嫁过来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我不会嫁给你。谁妹？谁妹？小姨妹，哎，表哥，哎，你那个小姨妹呢？哦，你打小姨妹吗？啊，她在干，猪圈里干活。猪圈里干活？啊，哦，猪圈在哪里啊？就那边，那边。啊，行，我去看看她啊。好了，你吃吧。哦，小姨妹，小姨妹，哎，你怎么有空上来玩了呀？我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想你了吗？是啊，你好久都没有来了耶。啊，你在干啥呢？我在帮邻居家打扫猪圈呢。打扫猪圈？啊。哎，那我帮你洗弄吧，我帮你洗弄。不用。啊？不，你不用进来，这里面很脏的，要把你衣服弄脏的。没事。不，你不能进来，你要把你鞋子弄脏的，我这边马上都弄完了。快弄完了吗？对，快弄完了。好。你站在外面吧，我这马上就好了。好，行，那我等你啊。行。噜。哎，小姨妹，啊，你看那个猪吃饭像不像你？这个啊，像我啊，不像吗？有点像。我也觉得有点像。是吗？嗯。哎，谁在按喇叭呀？你帮我看一下呢。啊，好，我帮你看看。行。哎，你找谁呀？啊，找小姨妹呢。他在猪圈里干活呢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怎么不来了？他哪？猪圈在哪？我去找他。小姨妹，你过来，过来！怎么这么久了，牛也不陪我，人也不嫁过来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我不会嫁给你。哎，你别吼他呀！你怎么又和这个男的在一起了？他是我朋友啊。对呀，我们是朋友。我俩做啥在关你什么事？你说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哄我朋友。这么久了，你牛也不想陪，人也不嫁，是不是啊？那我现在进来抓着猪单跟你吃。这猪不是我的。这个猪不是他的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你不能把这只猪拉走。跟你说话了，这你不能把这只猪拉走。那你人这猪不是我的。那你人也不嫁给我，牛也不陪给我。这猪真的不是我的，你拉走。这猪是别人的呀。不是我家的，要不你嫁给我？我不会嫁给你的。不嫁算了。你不能拿走。哎，真的，这个猪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猪不能拿走啊！这个猪是不是我的？什么？是不是你的？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拉走我怎么办？叫他给你想办法吧。你不能拿走。叫他给你想办法，我管不了那么多。大哥，那小妹，这个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小姨妹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给了你两头牛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让我表哥给他拉过去了，我不知道他今天怎么又过来了。你表哥不会没把牛给他吧？你问问呀，他人呢？因为我表哥人呢？表哥，来的时候我看他在这扫地呢。他可能在地里面忙吧，我去问问他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哥，哎，我还有一头牛呢。哎，牛走多了吗？我还有一头牛呢，人家又找来了。牛啊，还有一头呢。在那边吃草吧。在那边吃草，你别骗我了，表哥，我还有一头牛去哪里了？我就是在那边。你就别骗我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还有一头牛去哪里了？牛呢，表哥？牛啊。别骗我了，你就跟我说实话吧，人又找上门来了。什么？这卡里还有秋。这是什么，表哥？拿好吧，拿好。你别跟我开玩笑，你这是什么？你先拿好。这是什么嘛？你先，这里还有5000块钱，5000？表哥，我的牛呢？不是什么情况呀？表哥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王八蛋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表哥，哎，还有一头牛去哪里了？哎，这怎么换了？什么牛啊？还有一头牛呢？都在这里啊。都在哪里？这不是只有一头吗？
对呀、啊，表哥，我不是给你拿两头牛吗？是啊。啊。一头在那边。哎，在哪一边？刚才我是觉得说应该在那里。在那里啊。他去哪边？你看着我。你是不是骗我了？没有。表哥。表哥，我。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今天那个男的要来家里面闹事情了。他又来了吗？你非要让我叫过去，你才心里面舒服吗？不是。那还有一头牛呢？在。哎呀，表哥，你看你那个样子都不像撒谎，你好好跟他说，牛呢？还有一头去哪里了？这里有五千块钱。什么意思，表哥？你先拿好这个卡，里面还有五千。你什么意思，这个？拿好。你什么意思，这个？拿好。表哥，我不要你这五千块钱，我要我的牛。哎呦，我借给别人了。你借给别人？你为什么要借给别人？你非要让我叫过去吗？哎呀，我也没办法。不是。那你要把我的牛给我要回来。我要牛，不要钱，表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表妹，我跟你说，多少你先过去一下，我跟他说了一件事，说一下事。说。说一下。行，你先过去吧。好不好？好好，你们说，你们说。表哥，你不是人，你是王八蛋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怎么了，小姨妹？小姨妹，小姨妹，小姨妹，啊！刚刚你们怎么了？我表哥把牛卖了。啊？他怎么把那牛给卖了？他前段时间欠别人的钱嘛，然后还不上，别人要催得紧，他把我的一头牛给卖了，抵给人家了，只剩五千块钱了。就剩五千块钱了？对。我是不是完了呀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别着急别着急，这样我先去问问你表哥什么情况，你先等我一下啊。表哥，哎，你怎么把小姨妹的牛给卖了？我欠别人的钱，实在没办法，我把他一头牛卖了，抵债，还剩五千块钱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他没有牛的话，别人找上门来了？我知道，他跟我说了。那小姨妹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也挺对不起他的，你们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次？你们是城里的人，有钱人。不是，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哎，我求你们。哎，对对，表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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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跪，别跪。哎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呀。哎，我求你们了，再帮我们一次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我再想办法，你把那五千给我，我再凑点钱把那个牛给赎回来。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你下次不要拿小姨妹东西去。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好好好，谢谢你们了。好好，太谢谢了，太谢谢。小姨妹，小姨妹。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还哭了？别哭了，我帮你解决好了。啊？你又帮我解决了？对呀、啊，解决好了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嘛，对吧？你每次都这么帮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感谢什么呀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哎，你别哭了，你看你哭得好丑啊。哎哎，小姨妹，小姨妹啊，你吃不吃糖？吃糖。对，你看我今天给你买的糖。哦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买的，一直没给你，快拿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对呀、啊、哇，好多呀。别哭了，开心点，不要哭了哈。你看你哭得好丑啊。好多糖呀，专门给你买的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！我感谢你。没事儿，来给你打开一个。你先吃嘛，你先吃。你先吃、啊。你看你，我看到你哭的女孩子哭的心里难受，你不要再哭了。先吃。好，谢谢。你也吃一个哈。好。撕得开吗？撕得开。你看，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干嘛天天哭呢？以后不要随便哭了哈。哎，小姨妹，啊，我觉得这个糖填不饱肚子，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我饿了的意思。啊、行，走，我们回家做饭吃。去你家做饭吗？对呀。好。好，小心一点哦，这里有很多石头。好，你也小心一点走路。好。肉可以了呀，来。烤好了吗？嗯，烤好了，尝一下。好，我尝尝。配着玉米粑粑吃，有点烫哦。好。嗯，这个好香啊。吃得来吗？吃得来。哎，你们也吃啊。嗯，我的话天天吃这些吃腻了。怎么可能，你们
光吃素的，你们不吃肉啊？没有，我们天天吃这些去腻了嘛，我不喜欢吃，我喜欢吃这个粑粑，你快点吃啊。你们不吃它，我也不好意思吃了。没事，你不用管我们，你快点吃吧。那我也不吃了。你快点吃啊！你们都不吃。那表哥，你陪他吃吧，我是不能不想吃。你吃，你吃，来，你吃这个。你吃，这个拿着，这个很好吃的。你就吃眼睛。吃眼睛了。嗯。快点，你也吃。嗯。你吃，对对对。我吃这个香肠，有点烫。好，你小心点。好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。我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挺好吃的。哎，你看你那个刚刚烤的那个又敷你脸上去了。哪里啊？那里，脸上。那我给你擦一下。脸上吗？这里。这里啊，小花猫。这里吗？对。有吗，表哥？有啊。哎，小姨妹。小姨妹。对呀，我来找你来了。你今天怎么走路上来的？怎么没有开车呀？哦，你看这今天这边怎么停这么多车呀？我车开不上来，我就没有停下面了。哦、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滑下来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哦，没事没事。吓到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有这下面有人订婚。哦，订婚呀。比较多，对。那你怎么没去啊？要去呀，我先弄点菜回去喂猪，一会儿去，一会儿我带你去，一起去嘛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不好意思去啊。没事，要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习俗嘛。不行不行，人家订婚，我一个外人，我去不好。你去吧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把它弄回去，然后回我们家嘛，回我家去嘛。啊，行。哎，你这弄这干啥呀？拿去喂猪啊。哦，喂猪啊。对，这个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这个？你这个喂猪的，你拿给我吃呀？你太坏了。不是。这个黄颜色呢，我们拿回去喂猪，这个是我们人吃，而且还可以腌我们彝族的酸菜。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嫩的可以吃是吧？可以吃，只要不是黄的都可以吃的。那你给我弄一个，我尝一下吧。你现在不能吃啊！啊？那拿回去煮啊，煮那个腊肉汤很好喝的。行。我把它弄回去啊。行。等我一下。好。哇，这个。哎呦，你看，哎，表哥今天好冷哦。哎，你怎么穿那么少？我还好啦，因为我要干活的嘛，干活的话不冷。今天这么冷，哎，对了，小姨妹啊，我给你买一件衣服，你看看。又买衣服啊？你看看好不好看？我要衣服的呀。没事儿，我看你这么冷，你穿那么少。哎呀，谢谢。你看看好不好看？我拿出来看喽。你拿嘛，没事儿。哇，哇，好看耶，好看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试一下吗？你试一下吧，没事试一下吧。那我就试一下，可以穿在这样子穿吧。直接穿嘛。嗯。合身。啊，暖和吧。很暖和，这里还有包包。嗯。弄吧弄吧，弄我给你。谢谢。没事儿。都让您破费。没事儿，送你的。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再给我买东西了，我们家什么都有。好。衣服我也有，不要再浪费那个钱了。好。一下啊，好，那我帮你一起弄，我们把这一起弄。没事，我们马上弄完了。要这个黄的啊？对，要黄的。走吧，我们就走吧。我把那个表哥把那个清了，拿一碗搁一碗走吧。要一碗吗？对，搁一碗，我们回去煮那个腊肉汤汤。扯嘛，扯得动吗？走吧。能上去吗？哎呦，这个菜真好呀！小姨妹，重不重呀？不重呀，这个很轻的。啊，要不我帮你背吧？没事儿，那你要把你的白衣服弄脏的。我不怕脏，来，我帮你背吧。没事，这个不重的。哎，怎么了？等我一下哈。那我帮你背吗？背不动了。不是，我要把我的衣服脱下来，害怕把这个新衣服弄脏了。哦，你还心疼新衣服呀？对呀。来，我帮你拿吧，衣服拿给我吧。哎，好。走吧，能背起来不？背得起来，这个很轻的。好，走吧、我先去把猪给喂了，你要是冷的话你先进去烤火嘛。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嘛。但是有点脏哦。没事，我也挺喜欢喂猪的。那就走吧。
注意哦，这底下有点脏哦。没事，我也想喂，给我一点，啊、给我一点。想喂啊？啊。这个。啊，我拿来给他喂一下。你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。不会，撸撸撸撸。这个很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啊，这不是给猪吃的吗？这个人也可以吃呀、啊。这个可不嘛？可以生吃吗？可以生吃，你吃吗？我试一下。是吗？骗你的啊！这个不能生吃，会不是给猪吃，你拿给我吃。对，你怎么这么坏？猪的话可以生吃，人的话我要煮来吃了。你太坏了，小姨妹。对，不能吃的这个。今天外面很冷啊，快点进来烤火。好。啊，哪里坐吗？我就说今天外面挺冷的。对啊，挺冷的，我们这几天都特别冷。你还穿那么少？还好啦。你吃饭没有呀？啊，我吃过了，我吃了上来的。这个土豆好了啊！你就吃这个呀？对啊，这个很好吃的呀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光吃土豆，你不吃饭呀？这个挺方便的，而且又好吃啊，很好吃的呀。这个你每次我来你家，你都煮点好吃的给我，你自己在家就吃土豆？没有，我们从小都吃着这个土豆长大的，很好吃。你要不要尝一下？我就不吃。哎，有人找你。村里说啊，村里说，怎么了？哦，我表哥说有人找我，我谁啊？